喂，姐姐早晨。早晨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Jasmine。吓，你几多岁噶？52岁。你以前喺边度做嘢噶？喺韩国。几多年啊？14年。14年里边几多个雇主啊？3个雇主。第一个雇主几多年啊？2年。第二个呢？3年。第三个呢？9年。啊，九年嗰阵时，老板屋企有几多人啊？2个人。邊個嚟㗎？婆婆同埋公公。婆婆幾多歲㗎？85歲。公公咧？95歲。佢哋健唔健康啊？好健康。咁第二個老闆咧有幾多人啊？2個。邊個嚟㗎？婆婆同埋公公。都係婆婆同埋公公。佢哋健唔健康啊？好健康。好健康。咁你有冇自己可以埋餸？係啊。或者定係婆婆陪你去啊？同埋婆婆。同埋婆婆，咁煮飯呢啲係咪你自己煮噶？我自己。你識煮乜嘢餸啊？煮飯、煮餸、蒸魚、煲湯。嚇！你識唔識？你識煲乜嘢湯啊？煲湯煲紅蘿蔔、青蘿蔔、合種瓜。好，咁你以前九年嗰陣時有冇放假？有時放假，有時唔放假。咁如果而家有老闆想請你做嘢，唔俾你放假，賠翻你錢，你都冇問題啦，嗬？冇問題。同埋老闆話唔俾你用手提電話做嘢嗰陣時，你 OK 噶啦，嗬 ？OK。好啦，唔該曬姐姐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拜拜。